我想要下班了。仔细想想，我好像还没有拍过晚上的。我现在从我们员工通道出来了，准备要回宿舍。能看到，那个是现在看到这个灯光是上面的要进隧道的高速公路的灯。啊，跟我要走的路一点关系都没有。来，雪积成这样。啊，我们晚上是长这个样子哦。啊，昨天下了雨，把地上冰都融差不多了。啊，我们路上姑且还是有路灯哦，可是在画面上看到的差不多，没有什么用。还有这边晚上星星很多啊，可是真的拍不太出来。啊，前面有车来了，妈真的是很刺眼。真的是很想拍一些我吃的东西给你们看，只是每次等我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快吃完了。真的是没有什么没有办法的事。每次都吃的差不多了，好像忘了什么事情。那应该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然后就忘记拍了。接下来就，每次回宿舍还是洗个澡，像这种现在没有下雪没有下雨，-1度2度还算温暖，看起来就像月游。-1度2度现在是温暖，我回台湾怎么办？回台湾会不会现在台湾冷气房中暑？很令人压抑的是，我带来的衣服现在还没有完全穿完，就两三件他们交互穿，然后每天洗衣服。然后我们Mizuki上山木先生，我们这里的希拉尤诺莫里整个温泉旅馆的食品部部长兼我们餐厅的店长，很紧张的拿着我的问卷跑过来问我，在上面应该写日文没有关系吧。你们问卷全部都是英文的。他看到我的名字跟旅馆的名字我都写英文的，他就很紧张的跑过来问我，写日文应该没差吧。是在我们学校真的是一点都不亲切哦。啊，现在画面虽然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实际上走的路稍微亮个一个阶段吧，也不是很亮。脚下踩的到底是柏油路还是冰，我都不清楚。哎，我踩到冰了，谢谢大家。哦，听说这录影上传一次最多就5分钟哦，所以我们上次分段了，不要再干这种傻事，5分钟就好了。啊，大概还有20秒。啊，不对，10秒。好了，极限了，就这样了。我手也冰了，叭叭叭叭叭。